会开始，如果你到 Seven Eleven， 你会发现只要花200块就可以拿到这个册子。这个册子以护威为主的这个册子当中呢，里面有一个200块钱的剪角，你把这个剪角拿回来，您第一个做了善事，就是帮助像吴一伦这样的脑性麻痹的朋友他们的学习经费。第二个，你只要花200块，可以享受全台湾省到目前为止我们统计了13家 salon， 200多家的一个据点，帮助各位去免费剪头发，而且这些都是一流的名师。对啊，我觉得刚好我觉得剪发跟我们很小小的一个就很爱钱，所以做了剪头真的很感动。哎，李老师，这样的剪头发跟你平常参与剪头发有差别吗？有啊，比较有信心去剪到每一个头发，因为呢是做慈善，所以呢就是说任何的心情呢都会感觉会比较。是这样的，就是刚好我觉得剪发跟我们很小小的一个就很爱钱，所以做了剪头真的很感动。但是头发也可以做得这么有意义，原来做头发也可以做得这么美那么有意义，那就是我们首席的李宏老师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幸福的感觉。温暖在心温暖在心中就是幸福的感觉，掌声鼓励。这些就是我们在第一个阶段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我们的时尚慈善派对，四位爱心义剪的朋友，我宣布再次跟大家挥手，杨玉瑞、李全杰老师、高于涵、李宏老师、林义杰、Jerry 老师，还有最漂亮的 Baby 老师杨梅香，再次掌声感谢他们，请退场。这个阶段请退场，谢谢。It's all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h, it's all the only one I see. V is very, very natural. The very you in love can make me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可是呢，三可能我们三个单元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会有摇滚，会有其他不同单元，希望你们有空过来，因为这次我们真的为了这个秀，我们搞了很多不同单元，衣服是全新的，头发是，我想讲头发，头发是青春，对不起，被台湾国语。